近来，男星陈伟霆迎来35岁生日，与陈伟霆曾有过多次合作的《Vogue》杂志主编张宇也有发文为其庆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张宇晒出的与陈伟霆的系列合照中，杨幂与刘诗诗再度惊喜同框，真乃时代的眼泪啊！照片中，刘诗诗一脸甜笑，歪头靠在杨幂肩头，关系十分亲密。而在另一张照片中，杨幂和刘诗诗还摆出同款剪刀手，尽显姐妹情深。两大八五花同框，画面自然也是相当养眼了。时隔多年再同框的两个人，虽然都升级为了妈妈，但却风采依旧，一个靠气质出圈，一个凭时尚取胜，各有美点，不分伯仲。凭借《仙剑奇侠传三》而成为好姐妹的杨幂和刘诗诗，之后无论是刘诗诗前东家唐人与杨幂的工作纠纷，还是两个人先后拍摄同款轻工具的竞争关系，都被外界认为关系破裂。如今两个人在同框还拍摄如此亲密合照，也是被网友称为世纪大复合。